是铃，我是铃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天竺鼠车车。对，我们刚才已经做好一些些部分的车型，等一下再继续修整，可以吧？然后我刚才去和丰百货买了这个天竺鼠车的天竺鼠车车眼镜，眼镜。它近视了，我靠，好像有点太大了。好恐怖、哦！有主角天鼠鼠车车，天竺鼠车车，马铃薯啦。天鼠鼠车车的主角马铃薯，马铃薯车车，真的知道主角名字？我记得很多。然后还有泰迪熊。对啊，泰迪熊很可爱。泰迪熊是那只吃垃圾的，哎，对啊，它很可爱啊，真的，对啊，它很可爱，好毛哦，你看它是山东毛，啊，有像了啦，然后把它往下推一点，有了啦，有像了啦，大家看一下我的天使鼠的模型，哎，是这，我的天使鼠的模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是高铁。好了，塑形完成，就是要做它的其他部件，所以这先做轮子啦。对啊，先做轮子。对啊，轮子时刻比较多。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可能暑假还没完，有可能已经结束了。对，这层暑假才会上台。好吧。你之前做了好东西，爸爸都还给你，过年再剪。过年才要去拍游整，如果过年没下雨的话。可以剪片，要是过年下雨嘞，过年下雨就可以在家剪片。希望过年下雨才可以赶快上映。顺便告诉你，现在是2021年2月4号，所以呢，你能看到这支影片的话，可能是暑假，所以不要说天竺鼠车现在已经不红了啦，因为现在是2月4号。可是爸爸可能会先剪。那我希望天使鼠车车快点出第六集。那第六集那个僵尸真的很那个，很僵僵尸。会不会太大？太大了，要再小一点。轮胎。糟糕。要再更小，就尽量吃吧，吃到极小。这颗就失败，所以呢，我要先抓一个大概的。真的轮子真的很难，轮子真的很难，我都失败了一颗。行，这是什么樱桃丸子吗？轮子用的毛要非常的少，轮子是最难的步骤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把这个轮胎扎上去，看能不能成功。有了，成功了，好可爱，爸爸。加油，干巴爹。轮胎的小啾啾，我把它揽上去咯。没有轮子的呢。还有一边没轮子，所以它倒一边，有看到吗？对啊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其实是整个天竺鼠车最难的是它的轮子。爸爸，小爱你睡觉了，换电池。爸爸，换电池。剩26%。记得刺的时候要让它针都是要保持直的，不然会断掉。妈妈告诉我的。我这个天竺鼠车车是纯手工，所以做不好也没关系。这叫纯手工天竺鼠车车。太小，这轮子我要当后面，后轮子比较大。四个轮胎做好了，我四个轮胎也做好了。我先喷后轮和前轮，我这里是前轮。好，你装上去了吗？这样会不会有点恐怖？妈，这眼珠子太大了。我看一下。啊，这很可爱，非常像哎。谁好像？你眼睛离里面点，对，离一起很可爱呢。哒哒哒。真的可爱吗？哎，我一起看来都想抢着，不然我过去你那边。去你那边。这很可爱啊。最好很恐怖。很像哎。很恐怖，一点都不像。好小，明天再去采购，这样是更恐怖了。不会，这样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可爱呢，很像哎。最好啦。那像你想想这个眼睛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想这个眼睛，看一下，先把眼睛拔下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对，但是它没有眼睛的不行。那我只好先标出眼睛的位置就好。剩12%，这样天竺鼠车车会拍起来太小，我们只拍天竺鼠车，这样好了，好吧？
大家可能会看到两段不同的，一段是现在晚上的时候，明天的话是早上的时候，早上会比较亮一点。你看姐姐的啊，快好了，剩耳朵而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剩眼睛而已。好，就先这样，明天再去采购眼睛，把眼睛弄好。好，先这样。这是专门刺眼睛的。那个刺眼睛的洞啊，它是把它装上去就好了。每一个天使鼠穿上眼睛的大小都一样啊，没有人的眼睛大小就是大大小小的，而且我已经装了。请问这叫天使？看啦，真的，它的大小比我们的还大哦。马铃薯，其实，在真正我们这里的话，看的比较可爱哦。对啊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警车，其实在这里，在现实中看很可爱哦，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可爱。我那这个脸坏掉了，真的，剪开的。为什么你猜到他们会吃叶子？应该是做红萝卜吧？他们应该比较喜欢红萝卜吧？然后还有生菜，然后比较多。好多一点的吧。猜测的是谁的错？那他妈的！我是小石虎，不是猫咪，我是狗科。我要撒胡萝卜了。先捡到的，我都先也写两个。他正想要给那只两个。嘿，再来一次。准备好。他集了两个。警车要多吃一点。好了，今天胡萝卜就搬到这里，再等几只过来吧。排队，你要不能，你要在这里。就，然后呢，你来那里，那里比较好挡你。哔哔哔哔，请要你的票卡。哔哔，刚，请要您的票卡。哔哔，哔，走，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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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噔噔噔。